四川人，我心目中四川必打卡的古城是哪里？毫无疑问，阆中。对比其他古城的千篇一律，阆中作为古代八国的首都，三面环水，一面靠山，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。尽管古城面积不大，但是漫步其中你会发现很多当地老百姓都住在里面，所以这地方绝对不是那种只针对游客的人造古城。像科举时代世子应试的考场川北道贡院，古代衙门川北道署，以及三国名将张飞的墓地、汉桓侯祠等等等等，可都是正儿八经的古代建筑。哇，这个是张飞墓，小时候这个特别大的这个一圈。看完汉桓侯祠，如果想一睹古城全貌，可以登顶中天楼，沿着木质楼梯登上25米高的楼顶，开阔的视野让古城的风水格局尽收眼底。除了这些历史古迹，吃也是阆中不可错过的部分。买一包盖有印章的白糖蒸馍，再来一碗阆中特有的牛肉面，这一大碗说完，再去尝尝当地超有名的宝宁醋，这酸爽！哇，好酸啊！最后的最后，阆中古城里的这个场景。嘉陵浓绕玉壶温愁，一壶老酒涛声依旧。千万别忘了拍个好照片啊！拜拜。在等候。